闽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闽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，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，积极为亚裔发声，推广中亚商业发展。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《我们要建造国际大门》。多年来，我们一直筹划在休斯顿国际区建造一座大门，来标志国际区之地标和繁荣。这项计划终于成真，并且由李兆琼兄之建筑设计师所在镇级完成设计中。这座位于百利大道之国际大门，以心形圆形地球仪之中央，侵入了国际区，配上 LED 灯光，将全天候点亮周围之花圃，并在大道两旁建造高耸之墙。顶上侵入两只代表美国之老鹰，表现出了雄伟形象。我们将在墙上刻印在此参与多年建造国际区之先驱者之故事，并告诉后代能追思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之重大意义。今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承受了多少苦难拼搏之岁月，对美国社会做出重大之贡献，国际大门将是一个重要之历史见证。